我们是 SK One， 好吧，据我了解啊，咱们的 SK One 少年们经常跳舞，那喜欢哪一个舞种多一些呢？哪个舞种都很有魅力，都喜欢。啊，非常的好，我喜欢这种回答。那么今天在场的选手，大家有看到，都是咱们黎龙社团的在校大学生。那我们的少年们能不能跟他们分享一下？ 你们认为街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街舞中最重要的因素，其实我觉得帅就完了，就帅就完事儿了。跳舞嘛，大家就想笑笑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对。队长们，我们的少年们看一下现场粉丝非常多，那我要代表咱们提醒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吗？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也知道嘛，这次少年们来到重庆国际中心。 是你们成团后首次现身重庆，那有什么想对我们这边现场的粉丝说的话吗？来，就很感谢到场的各位，然后没想到这么多人，然后跳得很开心，希望你们也看得开心。谢谢。首先第一次来到重庆，已经是我离家最近一次，然后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。 然后原来你们，别叫我，有病吗？你们好，我是周岩。第一次来重庆，首先就是感受到重庆人很热情，真的很热情。然后，我们好吃，我们好吃。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有几个人，我们都出去吃火锅去了，对。然后这里的火锅，然后或者说。 你们让人印象很深刻，下次见。我觉得成都呢，还是美食之都啊。然后它的美食特别好吃，有朋友都会让我们过来吃火锅啊、烧烤啊，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说昨天也有幸尝到了这里重庆的火锅，尝尝，我觉得非常的美味。然后这里的人烟气息都是非常舒服的，让人感觉，所以这样一个。 适合居住的城市，你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就是昨天我们要去，吃了，然后昨天晚上有点下小雨，然后就觉得来到重庆还是觉得重庆很舒服的一个城市，然后也让我很喜欢。然后这里的你们也都很热情，对，然后很期待下次再来重庆和你们一起见面，然后开个新的，重庆欢迎你。 我其实算半个老重庆了，在这上了4年大学，对这儿一切都好熟悉的感觉。哇，你们好，欢迎你！好的，为了特意感谢 Sky 天空少年们给黎龙西南社团的重庆国际歌剧带来精彩演出，重庆 IFS 营运总经理李虎先生也特别准备了一副纪念礼品送给我们的少年们，有请李总上场。 哇，他送上的是我们可爱的大熊猫艺术装置，是重庆 IFS 联合国际艺术家打造的永久性原创艺术装置，浪放的我们在山的户外广场也能看到。来到我们的林总，请站到我们的水壶里，请合影留念。这次送给三位朋友，这个是遮摆国宝熊猫，手拉重庆市花山插花，给予一下世界掌声，重庆是美。好的。 再来一遍掌声，给到林总，也给到我们的Sky天空少年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单独拍一张合照，单独拍一张合照。李世凡，李世凡，李世凡，别挡住我镜头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就在这儿拍吧。好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最后一张照片，我们把这个先到旁边挪一下嘛。还有一张照片 ，Come on， 抓紧时间来个工作人员。
还有一张照片。 再见，欢迎再见。